有灵犀，我懂你在哪个角落，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Come on girl， 你的花裙摆形象张罗散，美好又可爱，我们会记得现在，陪你看海，带你天上 fly。Come on sweetie， 你的小意外，你的棉花糖，你的 young so shy， 我们会永远存在，对我依赖，陪我 say good night。一起看星空的海，心跳动作变得快，我们坐在屋顶外，说些甜蜜的对白，好终于你我说一声所爱，但是我和你不至于徘徊，如果不开心要以吐为快，但是动不动就让我猜猜，我终于你虽然常常无奈，也天不怕地不怕特别厉害，所有的故事都根据你改，你对我是场意外，心有灵犀，我懂你在哪个角落，原来这就是你的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心有灵犀，我懂你在哪个角落，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你是北野大师，你当我是傻子吗？别着急啊，看看这个。洛北辰，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会？这是我三天前设计的设计图，为你生日量身定做。所以你真的？贝叶大师让我给你带句话，他喜欢你。哎呦，不是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老婆？找你的礼物啊！哎呀，没事，老婆，礼物呢就不要了，都在心里啊。我白天都已经踩好点了，一眼就相中了，贼好看。来，
五、四、三、二、一。嗯，好，我知道了。早啊，陈小姐。早啊，北大师。哎，见外了不是？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陆北辰。北野先生，您太客气了。您这么大的设计师，我怎么敢直呼您的名字呢？不敢不敢。轩姨，非得这样吗？哎，对了，北野先生有个创意，想跟您好好探讨一下，怎么样？好啊，聊啊。那去你屋，我去他工作室吧，10点钟，正好我还没有去过呢，参观参观。好，没问题，我一定转告北野先生，让他好好准备啊。记得通知他，我喜欢干净整洁、浪漫温馨，还有蓝色妖姬。明白。打磨得很漂亮，下班吧。不是吧，陈哥，我这才刚上班。让你下班就下班。陈哥，我知道我能力有限，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给你2分钟，快点消失。你还有1分半，不让我扣工资啊。我干点什么呢？早知道不起这么早。哎，人呢？陈俊仪呢？啊？抱歉啊，骆总，陈总呢有事来不了，所以让我代替他。您呢，完全可以把我当做他。不好意思啊，这我还真当不了。骆总，您这样我很难做的。陈轩仪，算你狠，随意吧。陈总，任务完成，进展很顺利。如果没有这枚勋章，我差点就以为这是一场梦了。阿石新网计划，天才，全球代言人，原来人生还可以这么精彩。
林叔，青梅小姐，老爷让你们去一趟龙豪酒店。老公，龙豪酒店又是什么梗啊？我可不想再接什么豪门任务了。哎呀，没准是好事呢，别紧张。林叔，我们去龙豪酒店干什么呀？好像说是会亲家。你走。婶儿上，婶儿上，快快快，走呗走呗。一放假就窝在家打游戏，被子也不叠，自己房间自己收拾，擦擦你的电脑桌。我去，你是不是傻？你说什么？妈，我电脑卡死了，我要换电脑。换电脑，换电脑，换走你更好。一天天不做正事，只知道花钱。嗯，小气。嘿，老婆，修好了，大功告成。爸，你真棒。我想换台电脑。话茬接挺快呀，先把你老爸换了吧。爸，我那是为了搞事业，别人不懂您应该懂啊。我这是职业电竞，我的 career 马上打比赛了。可什么？我没钱，找你妈去。张德帅呀，这什么烂拖把呀，我前几天叫你去买个新的，今天还没有，这个家能不能有点好东西呀？我这不等优惠呢吗？我这就下单啊，我找我手机给你下单。哎呀，静美呀，有静美在多好。妈。爸。哎呦，静美，小姨，你们回来了。妈妈。哎呦，我还以为龙家不流行儿媳妇回娘家呢，这怎么还大驾光临呢？妈。妈，都怪我，我应该经常带静美回来的。哎，想闺女就想闺女吧，何必呢？哎，姐夫来了。怎么着，看丈母娘空手看？嗨，爸妈，是这样，这事儿其实今天专门就是请二老去龙豪酒店的。我父母在龙豪酒店订了宴席，就是为了能跟二老见一面，然后商量一下我跟静美的婚礼。张杜帅，哎，泡茶。泡茶？妈，我听着这不是准备出去吃饭吗？龙豪酒店。废什么话，女婿是客，泡茶。对，泡茶。哎，哟，这谁啊？难道是陈大小姐本尊？不好意思啊，骆总，我那个助理实在是太过分了。没事没事，我倒没什么，不过这北野大师需要压压惊。北野大师，那我能邀请您陪我坐一下摩天轮吗？已经压惊？你骗了我那么久，陪我坐一下摩天轮，看看园区的环境，就当我们俩扯平了。陈总不愧是陈总，斗气都不忘工作。请。请。给新的啊。你买什么呀？我来。哎呀，买什么拖把。爸妈您放心，
这家里的一切我全包了，您二老要是想换一个新房也可以。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就缺他这个态度。走吧，亲家等着吃饭。轩爷，你们产业园做的挺大呀，连游乐场都收了。我们准备打造一个叫奥秘盒子的城市游戏，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密室逃脱做进城市里，这个乐园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游戏盒子。这么酷啊。来，闭上眼睛。干嘛？送你一个礼物。好了没？雪姨，陈俊仪，陈俊仪，你干什么？陈俊仪，陈俊仪，你搞什么？洛北辰，这个乐园呢是我们刚收购的，设备都是新检查过的，绝对安全。你不是说好我们一起坐摩天轮算扯平吗？你又坑我。对面那个盲盒是我们新设计的游戏产品，集齐一套可以召唤神龙，但是我不知道你那里面是什么。假如你抽到不良帅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任意一个要求。任意要求？说话算数？当然算数，不过你也得帮我一个小忙。你说什么？这个摩天轮呢转一圈是20分钟，我在顶点处为你设置了2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座椅下面有笔和纸，那就请我们的北野大师为我们这个乐园设计一套游戏关卡和主题玩具吧。雪爷，哎，我恐高，你我不行了，哎，我真恐高，我要吐了。不行，我要吐了。是吗？那太好了，正好可以激发一下你的灵感。哎呦，哎，雪，行了，你别演了。虽然我们设备安全，但是我提醒你一下啊，最好在里面锁上门。我去，轩爷，轩爷，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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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好，进门了，你好，你好，哎呀，这边请，我得拍一个，来来来，这边请，这边我刚刚请完，姐，你是吗？欢迎光临，特别棒，实在是抱歉，太好了，太来呢，早就想跟你们见面，一定得拍一个，但是啊，我飞来飞去的，没时间。来来来，快请坐，哦。哎，来来来，请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坐。哇塞，谢谢姐夫。来，我去，先喝点茶了。哦，啊，亲家，啊，我呢一直比较忙，啊，是吧？怠慢你们了。啊，没有。今天呢，我和婉莹啊，好好招待一下，然后呢。给你们赔个不是。不用，今天有你们这番心意，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吗？这些事都不说了，不说了。好好好，是是，还是亲家痛快啊。亲家，你看，小姨和静美就要举办婚礼了，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全力满足。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啊，就是这个。你们龙家呢，诚心诚意的娶我们家静美，只要真心对她好，那就行了。应该的，亲家这么说是对我们的信任，那我和孝坤就先表示表示。这个呢，
就是这家龙豪酒店的股份转让书，也是我们给静美的聘礼。这个酒店的股份转让合同书啊，妈，阿姨，我爸的意思呢是，从今天开始，这家酒店就归您二老了。哎呦，这叔叔，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姐，静美，小姨呢，风风光光的娶你，你呢，开开心心的嫁。就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阿姨叔叔，可是这个也太……哎呀，爸都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就听爸爸的就行。就是吧，啊，这些。你是夏夜的热烈，你是晚风的信件，空气都变得很香甜。想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看世界，夜空都变得很特别。特别的慢点闪烁着遥不可及的星河的微光，把心愿照亮，照亮了你眼中的光，把影子拉长，收集浪漫出现我身边。